也不20块钱抽一回，10回200，你就一个炫彩还得20呢，对不对？你炫彩顶多你就平，顶多就是平了。那就我一玩大虫子就打着维恩呢。嗯，我怎么一玩大虫子就打着维恩呢？能不能行了还？老拿着文音扛他，我这有点烦呢。这不能出右装的了，这不能出右装。虽然我们带的是不灭的，我忘了，我都没瞅，我刚抽皮肤呢。谁知道上路是个文音呢？我玩 AP 的吧，虽然我带的不灭。得了炫彩发现没有这个皮肤，那确实挺难受的。先生，你是个懦夫和蠢蛋。先生，你是懦夫和蠢蛋。刺儿刺儿刺儿，沉默。沉默，这里头有没有眼儿？刺儿，起立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。哎呦我，你还敢滚？我一个踩踩死你！就这尾音还拿来扛他我大虫子，我的天！老年人这是。观察室几点上线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一会儿我看一眼啊。呲牙咧嘴的人，一会儿我看一眼几点上线，好吧，我瞅一眼，别急。全卖了，我来个这个，好像不合适了呀。啊，合适，没事啊，全撇了。一会儿还给一个饼干呢，这也不够啊。等一会儿药水儿，先生有何吩咐？我们组一把 Q 啊，要不169、187，组一把 Q 行。就是 Q 的命中率可能低一点，可以组一把 Q。 少了啥都会显得不够文明。沉默，起立，我请求与你决斗。起立，沉默，加油。这玩意儿打人真疼啊。
尤其是打我们的大虫子。你这厚颜无耻的小子！哎！这波我估计他应该是够呛，沉默。吃药，刺儿，起立，刺儿咬，哪来个小光头？哎，我跳弹，漂亮兄弟，踩你一脚，回嘎了。先来个爆裂魔杖，带个扫描吧。哎呦啊，姐，哎呦啊，哎呦啊，哎呦，我不吃你吗？哎，别打我！少了啥都显得不够管用。看看拆几层塔皮啊！主播骂人，是你们自己想法有问题。要吃还是要死？起立！沉默。Q 技能伤害确实是挺高的，就是命中率可能有点低。却难逃一死。呀，红 buff 可以啊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哥，别咬我，别吃我！哎呀，给我吃了！这里怎么会出现塞拉斯呢？剑圣够呛了，死了吧，死了。吃了你还加被动，他吃不吃我他也加被动。没有人要喝茶。那塞拉斯肯定能吃到六成。不过他吃我跟吃小兵其实差不了太多，我感觉。估计他吃完六层也就基本上也就是够呛了，体力。我先把塔拔了，体力。对，沉默，刺儿，体力，刺儿，点燃，拿走，给我起来，我咬你的头。
哪个头目？上面的头目。走位，起立，再见。塞拉斯没完了是吧？塞拉斯又没完了，我是不是得吃你了？今天不给你整一个美甲窃魂卷肯定是不行了。哦哥们儿，我不吃你吗？啊，小伙子，起立，小光头。我们养他60秒，要不然把他吃了得了。一死吧，一死还能加一层不灭，可能。就别抠死他了。养60秒好像有点不现实哈。养小鬼儿。变大。推推棒，沉默，起立，刺儿，哎，挺好啊，我们就一直追吧，反正我没甲卸魂卷，闪现吃，起立，沉默，哎呀，这个沉默出现点问题啊。不打了，我跳弹溜了。刚才沉默空了，没蓝了。哎呀，怎么不够呢？这蓝。没个补啊，这蓝不够怎么办呢？算了，蓝不够还是来猫着吧。我是不是得来个冰心儿啊？有没有人要喝茶？随便吃一个吧，虽然说1分钟吃一个，随便吃。少了啥都会显得不够文明。二沉默，起立，给我吓完了的小光头，起立，沉默，平 A， 致命减员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你闪啥呀？你有啥好闪的？起立，沉默，起来，刺儿，刺儿，沉默，起立。哎呦啊，这小子虚区还是可以的啊！我刚才都给他沉默了，他怎么还能溢出来呢？沉默稍微慢了那么一点点。嗯，一点点。
推推棒也杀不了，现在推推棒伤害可低了，那就能打100滴血，他都60吧。推推棒，推推棒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，这玩意儿现在打人可伤害可低了。看来我得留个大吃的塞拉斯了。沉默，刺儿，吃，刺儿，起立，推推棒，沉默，平 A， 平 A， 刺儿，起立，哪来个小炮？少了一层，那露露给自己大了。啥？推中，加油！有鸡吧？是个鸡。完了，按错了。有没有人要喝茶？哎，我吃一层。没给我吃啊？那再打一波，没蓝了呀？但是啊。给我追，这波可以打，兄弟们进野区。你这厚颜无耻的小子，吃个蓝 buff 吧，大招吸地还是太慢了，我想来点减吸地。快跑！啊、嗯，谁不跑谁死。你干啥去了？啥玩意儿了呢？刚有个人说推推棒，什么什么，说什么推推棒造成100多，每加一个加30%，说是哪血加30%了？啥天说加30%了？搁哪呢？每多一个加30%，那没血呀。我能渡万劫，却难逃一死。以前说的，对呀、啊，那不以前的吗？没跟你说推推棒不一样了吗？那推推棒现在连兵都清不了。打那小兵都不掉血，正常一波以前一个后排兵全死，就能打200点伤害。不过他法强高了。以前法强低，
断你的腿！许弟，我吃。没了啊！体力一波了。下一把了。